今天中午排位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遇到囚徒隐身的情况？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挂呢，后面多次遇到过，才知道应该不是挂。那这波网易要补偿多少珍宝啊？一中午很多人拿囚徒去上分，嘎嘎爽，全程隐身。你们如果不知道是怎样的，那下面来看看就知道了。